今年呢股力量再次涌现，同旧年一样，不设门槛，不分派别，20组挑战者，数十条超出想象嘅题目，每轮残酷淘汰，而且绝冇复活嘅机会。我哋嘅目的只有一个，就系帮大家揾出真正嘅通灵之王。呢一晚喺 TVB 嘅古装街聚集咗一班人，我系灵蛇蓝毛 Lucas， Luna 感应到灵体嘅位置。我系苏妈，我系全职嘅塔罗师。我是埃及祭司 Jeff， 从事了在这行新心灵里面就已经超过13年了。我是赵振雄师傅，专业是算命和风水。我叫 Palace， 是用催眠的方法找你的内心小孩。我们这个情况就好像异能一样，都跟血液是有关的。我叫做 Rita， 我嚟通灵之王系一个目的嘅啫，就系我想追梦。20组挑战者凝聚成一股蓄势待发嘅力量，通灵之王二上线啦！欢迎各位，从古至今，由中至西。人類對通靈都產生莫大的好奇，有人聲稱自己有通天眼，有人就話可以同靈魂溝通，呢啲喺世人眼中都屬於異能。通靈之王二為咗證實異能嘅真正存在，我哋再次帶大家嚟到呢一度。在開始之前，攝製組想俾啲時間挑戰者感受下現場嘅環境。他哋完全未知嚟紧会面对点样嘅题目噶？有冇感应到可能问题系咩方向性嘅？我感应到可能就系古人啦。佢同一定同人有关咯，你知道？应该同啲磁场能量。感覺到是一個有能量、有形態的物件要估的，咁應該會是一個生物咁樣咯。目前已經感覺到附近有啲唔係咁乾淨嘅嚟到現場。以現場環境嚟睇，雖然是夜晚，但幾十位工作人員加埋拍攝燈光，唔通咁樣都可以吸引到啲唔乾淨嘅嘢？用個童身去問一問佢。而家現場有咩靈體喺度啦？咁啊，發現到前面都有幾個細路仔喺度，係都有望住我哋喺度做緊乜嘢？你感應到啲咩？唔係應該係佢感應到啲咩 ？Luna 感應到靈體嘅位置，咁都好明確係指喺某個方向。即係佢而家望住嗰個方向。係。你有幾多個靈體話唔話嗰度嚟㗎？如果而家見到眼中嘅話，就會係3位。似乎佢哋真係 feel 到啲我哋平常人見唔到嘅嘢啊！不過唔係個個挑戰者都咁忙嘅。我見你咧企喺一邊，好似事不關己，點解咧？因為你 feel 你又唔係去真係答問題，你唔知想 feel 啲咩出嚟啊嘛？因為我哋都係要有問題嘅時候再去諗嘅。咁你而家冇方向嘅嘢，我唔知諗乜嘢，所以冇咩法我可以作嘅咁樣咯。我參加呢個比賽係因為想試下自己係咪真係有通靈呢個能力咯。啊，至少你夠坦白，唔似有啲挑戰者，我哋問極都問唔到個答案咯。如果你測咧嗰啲邪靈咧，個羅肩中間嗰支針咧就叫做八奇針啦，叫奇針八法。你有冇已經測到啲乜嘢咧？嚟到預備下一陣間係問啲乜問題？有冇測到啲乜嘢嘅？測到其實周圍都有鬼嘅喎，周圍都有神仙嘅喎。但係咪對於問題你都冇乜頭水啊？
個問題我相信都已經準備好了。咁就梗係準備好啦，唔通約埋幾十人嚟古莊街燒嘢食咩？既然大家都準備好，海鮮嘅第一條題目嚟啦！通靈之王第二季第一條題目就喺我身後邊，史無前例。你哋二十個單位嘅參賽者同一時間使出你哋嘅異能，請所有挑戰者講出黑幕後面係啲乜嘢？电视机前边嘅你，不如发挥下你嘅第六感，一齐感应一下黑幕后边系啲乜嘢，好唔好啊？